弟兄姊妹大家好，估唔到咧咁快又一年啦。咁咧喺屋企啊嚟去一齊嘅，我哋參加呢個受苦節崇拜咧，又係第二次啊。舊年咧我哋嘗試重温一下咧喺過去我哋嘅受苦節崇拜咧一啲嘅精彩嘅片段，咁咧嚟一齊嘅去敬拜。咁而今年咧，我哋好感謝詩班啊，同埋咧我哋影音嘅團隊啊，為我哋咧製作咗一個咧係全新嘅受苦節嘅聖樂嘅崇拜嘅短片。咁一陣間咧，亦都有梁牧師咧帶領我哋咧係以主餐去紀念主耶穌咧為我哋所做嘅一切。在这个时间呢，愿意我们呢都一起的以祷告呢来到神的面前。亲爱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在今天的晚上同样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跟前。虽然我们不能够好像昔日这样回到来教会的建筑物的礼堂里面一起的去敬拜。但你俾我哋有呢個咁樣嘅機會，透過呢個網絡，我哋同樣嘅可以一起嚟敬拜你，紀念主耶穌為我哋嘅受苦受死，而最終戰勝死亡，從死裏復活。我哋感謝你，主啊，願意你自己幫助我哋，真係喺屋企裏邊，以呢個嘅心里面的诚实去敬拜你，亦都透过真理，透过神你自己的灵。我们在这里的特别的再一次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去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经历人世间的苦难，而最终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在当中去经历黑暗，甚至乎到最终经历死亡。愿意我们不要忘记神你这份的恩情，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耶稣的救赎不是停在坟墓上，我们知道在第三日主耶稣表明他是战胜死亡的主，神你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以至今日我们充满盼望的来到你的面前去纪念这个受苦节的崇拜。因为我们知道受苦受难甚至乎最终死亡并不是句号，主啊，愿意你都帮助我们好好念记主耶稣为我们付上的一切，我们不要去轻易忘怀这个救恩所得来其实不容易，虽然我们只要凭着信就可以，但神你自己却是付上沉重的代价。愿意你给我们今晚就一起的去纪念神你自己的作为，一起的歌颂你自己的大能。奉基督耶稣圣名祈祷，阿门。
基督的十架是神无条件的爱，永恒的提示。今日在十架清影之下，我们心怀感激，一起来纪念主耶稣。Thank you.
到了晚餐时分，耶稣和十二个门徒一起坐，耶稣对他们说，我一直希望在受苦之前和你们一起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因为此后我不会再吃逾越节的晚餐，直到他的成就在上帝的国度实现为止。耶稣接过杯谢恩之后，他就说了，你们拿去分离饮，我在上帝的国度降临之前不会再饮这种葡萄酒了。跟着耶稣又拿起饼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使徒，这个是我为你们牺牲的身体，你们今后都要这样做来到纪念我。饭后耶稣又举起杯来说，这些是我所流的血，为你们设立新约。在受苦节的晚上，我们透过网络平台围绕在主餐桌前，我们一同去回忆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并定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么？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么？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些罪更重了。他们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竹篓地，希伯来话叫各各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第二十八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了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蛹沾满了醋，绑在牛虱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垂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主耶稣他甘愿将自己交出来，为着我们众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一会儿藉着饼和杯去纪念主耶稣基督这份浩大的恩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片刻的安静。亲爱主啊，当我们再次去回忆你被卖、被钉的那一夜，我们心里面感到到扎心，因为你就是这样以无罪去代替我们有罪。你甘愿将自己交付，钉在十字架上面，成就救恩。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每逢仰望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只有感谢，只有来到你的跟前献上无尽的感恩。愿你在当中亲自的临在，悦纳我们众人心灵的敬拜。多谢你，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这个饼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真是怀着一个很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一同领受。这杯的葡萄汁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流出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让到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怀着感谢的心来到一同领受。
我们再次一同祷告。亲爱主，感谢你，感谢你使到我们众人在你的救恩里面有份。我们愿意主，你就差遣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见证，让到我们能够在当中活出美善的样式，让人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那份的荣美，能够归顺你。愿你祝福，愿你使用我们，多谢你。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那晚耶稣和十二个门徒进餐的时候，他说：我实在的话给你们知，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他们都非常之忧愁，每个都争着问耶稣说：不是我吧？耶稣回答说：现在同我一起在盘里面染饼的，就是出卖我的人。照着圣经的预言，我一定要死，但是出卖我的人有祸了，他不出世还好。最后犹大亦都问他说：老师啊，难道是我吗？耶稣说：你说得对。耶稣告诉门徒知，今晚黑你们全部都要背弃我。彼得他就回答了：就算是所有的人都因你的缘故背弃你，但是我永远也都不会背弃你的。耶稣就说了：彼得，我实在的话给你知，今晚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耶稣和门徒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客西马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我去前面祈祷。就带了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仔去，他非常痛苦忧伤，就对他们说：
我心里面难受得要死，你们留在这里和我一起警醒。他自己一个再稍微向前行，就伏在地上面祈祷，我的父亲，如果可以的话，求你将这个杯拎走，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依照你自己的旨意。最后他回来对门徒说，你们还要睡觉休息吗？看下，时候到了，我要被出卖交在罪人的手里面了。起身，我们走了，看下，那个出卖我的已经来了。他的说话都未说完，十二个门徒之一的犹大已经带着一班揸刀揸棍的人迎面而来。原来他们奉了祭司长和犹太领袖的命令来到捉拿耶稣。出卖耶稣的犹大事先同他们定了个暗号，我锡的那个人就是耶稣了，你们将他捉住吧。犹大毫不迟疑的去到耶稣面前，假意的说，老师你好，然后就锡耶稣。耶稣对他说，朋友，你要做什么？快点做吧。那些人即刻一拥而上捉住耶稣。他转过身对捉住他的人说，你们带着刀棍来捉我，当我是强盗？我日日在圣殿里面教导人，你们为什么不来捉我呢？不过你们这样做正应验了圣经的预言。那时候门徒都抌低耶稣各自逃命了。You
他们将耶稣押去大祭司府，而彼得呢就一路跟住在后面。啲人在庭院当中围住嚟坐，起了火堆来到取暖，而彼得呢亦都混咗入去他们中间。有一个女工人在火光之下发现彼得，打量了他一阵就说了，这个人是一向同耶稣在一起的。彼得呢他就否认了，姑娘我不识他、哦。过了一阵，有个男人又发现了彼得，就说你是同耶稣他们一起的。彼得说不是，我不是啊。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又有一个人指着彼得很肯定地说，我知道这个人的确是耶稣的门徒啊，因为他又是加利利人来的。彼得他又否认说，你这个人呢、啊、我都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刚刚讲完这句话，他就听见鸡啼了。这个时候耶稣转过头来望了彼得一眼。彼得他猛然醒起耶稣曾经讲过的话，听日鸡啼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退了出去院外边失声痛哭。律法教师聚集在一起，押住耶稣去议院，对耶稣说，如果你是救世主，就不妨告诉我们。耶稣答，就算我告诉你们，你们都不会相信。我就是向你们发问，你们亦不会回答。但是从今以后，我要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啊，这样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咯？耶稣回答说，你们说得啱，我就是了。啲人说，嗱，我们既然听到他亲口讲啲咁嘅狂言啊，仲需要乜嘢证据噃？于是全个议院嘅人一齐将耶稣押到比拉多总督嗰度，并且指证佢话，你呢一个人妖言惑众啊，
禁止百姓向凯撒来到去纳税，又自称是基督是王啊。比拉多他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这些是你说的。比拉多转过身对祭司长和群众宣布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啊。但是人坚持地说，这个知识分子啊，四围散布谣言，制造骚动，由加利利开始一直到犹太，现在又搞到来这里了。比拉多听了，他就问耶稣是不是加利利人。比拉多一知道耶稣是来自梵王希律所管的地区，就下令押他去见希律王，因为希律王咁啱又在耶路撒冷。希律王一见到耶稣就好高兴了，因为他早就听闻过有关耶稣的事，他渴望见耶稣好耐的了，他又希望耶稣行一些神迹来到给他看下。他问了耶稣好多问题，但是耶稣呢始终是一句说话都不讲。另一方面，站在那里的祭司长和律法教师就很激烈地指控耶稣的罪状。希律王和他的卫兵对耶稣作出百般嘲弄侮辱之后，就帮他着上华丽的衣袍戒回去比拉多那里了。希律和比拉多一直都是明争暗斗，互相猜忌的，但是在那日竟然呢就化敌为友。比拉多召集祭司长、官长和民众来到，他当众宣布说，你们带这个人来指控他煽动老百姓造反，但是我在你们面前审讯过他，却是查不出你们对他的指控有什么根据。照样的，希律王亦找不出他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所以将他戒回来。这个人根本没有做过一些该死的事，所以我决定将他惩戒一番就释放他了。这个时候群众就高声地嗌话，杀了他，释放巴拉巴。巴拉巴是因为叛乱和谋杀而坐监的。比拉多好想放耶稣，所以就劝他们，不过好无奈，那些人不停地疯狂叫喊说，钉他上十字架，钉他上十字架。比拉多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群众问，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呢？我实在找不出应该处死他的罪证，都是惩戒他一餐就放他了。群众越来越大声地催逼比拉多要将耶稣钉十字架，最后比拉多终于在他们的声势之下屈服了，依照他们的要求判耶稣死罪。
耶稣一齐钉十字架嘅一个罪犯，佢亦都讥笑耶稣话：你唔系救世主咩？救下自己同我哋啊！另一个就责备佢话：唔通你临死都唔怕上帝咩？我哋系罪有应得噶，但系佢系无辜受害嘅。佢随即恳求耶稣话：耶稣啊，当你嘅国降临嘅时候，请唔好忘记我啊！耶稣对佢话：我向你保证，今日你要同我一起在乐园里面。那时大约是正午时分，从这一刻到下午三点钟，日光消失，遍地黑暗。忽然挂在圣殿里面的帐幔从正中裂成为两半，耶稣大声地喊叫说：父亲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面了。讲完了他就断了气。
形的罗马军官见到这种情景，亦都不禁惊叹话，这个的确是异人。围住来看的那些人见到这种凄切的情景，都感到痛心疾首，最后黯然离开。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